师傅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女儿92年属猴的，我想问一下她的学业和前途。92年属什么？属猴的。学业前途啊？对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这孩子就是倔，老子现在不肯用功，很烦。对。有一点点自闭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因为你们经常的长期的夫妻吵架。所以他有点自闭，听得懂吗？对。对，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我知道。读书没有问题的，小精灵，脑子可灵了，不会变神经病的，比你要聪明很多。你才是傻姑娘了，你是没脑子的人。你老公看见你不欺负你，他觉得对不起你。好了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他的图腾是什么颜色啊？图腾什么颜色？你属什么？没有，我女儿。你女儿？哎。几几年呢？92年猴。猴是吧？哎。白的，白猴子。白猴子。可是他不肯穿白衣服。有点小问题，你生他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。是。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好啦。啊。我还想问一个亡人，李明华，孟子李，明天的明，光中华的华，他要多少小房子，在什么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李明华什么时候走的？96年。李明华，男的是吧？对。是你的谁呀？我是帮朋友问的。这个人不行啊。很快要投胎了。他要很快要投胎了，还有半年时间。要多少小房子？赶快给他多念。如果想把他推到阿修罗道的话，至少要300张。一定努力。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这个李明华个子不高的，你告诉他好了。好的，好。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好。短头发，往后梳的，好的。长得还蛮，有点像女人的味道的，小结结的。听得懂了吗？我听得懂。好了，谢谢师傅。